刚才呢，您也提到了这个脱贫啊，我知道那个您在中国留学的期间呢，曾经在广西有过在这个农村生活实习的经历。您对这个当时这个农村的贫困的生活还有什么，有没有一些印象？有您怎么看，今天这个中国脱贫攻坚事业的发展？我80年代到过广西，在那里实习。当时中国物质方面还很差，但是人的心很清洁，值得我尊重和学习。我所接触过的中国人，绝大部分都是好人。他们呢，都很谦虚，他们的科学知识和文化水平再高，也没有那种自高自大的表现。中国人还有一点一个特点，就是再贫困也不会有那种抱怨的这个反应。他们以勤劳和努力来对付困难，他们有愚公移山的精神，很自然。现在他们的日子好过了，这是正常的结果。我真诚的祝福中国人民。我还想强调一点，这个结果按照中国这个哲学阴阳学说，有2部分：一个勤劳的中国人民和一个理智的中国共产党。这两者的和谐产生了自然结果。我再次祝福中国人民有了如此忠诚的领导人，也祝福中国共产党有了如此有耐心和奋斗的中国人民。我们知道习近平主席呢曾发表这个著作《摆脱贫困》，那您是怎么理解就是中国在脱贫攻坚事业中采用的理念？与我第一次来中国的这个相比，当时的北京，当时的这个广东，当时的广西，中国大地旧貌换新颜，中国在飞速发展。40年来，中国实现了令世界瞩目的这个复兴，实现了消除极端贫困的目的。2021年，贵国正式宣布中国脱贫攻坚全面胜利，成功彻底消除了中国数个世纪前遭受的极端贫困。中国实现脱贫，这比联合国指定的2030年的这个可持续发展的议程设定的日期早了10年。中国有计划地推行改革，推进发展，实现脱贫。我在这里引用2句中国谚语来概括这一切：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。这是第一句话。第二句话呢？政之所信，在训民心；政之所废，在利民心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，中国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。他说，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这个艰巨任务呢，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。我深深地爱着中国，对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，我在此表示衷心的祝贺。